伫咧清明节连续假期期间，嘉义县环保局是持续来推动着抓紧减量和集中处理的政策，伊为着要来尊重着民间的信用，免伫民众对着运送抓紧车辆的质疑，是特别来举办着抓紧集运车整车集合发挥。中东神中来将请到新港洪天宫的妈祖来进行着进车的仪式，希望会当让民众安心将纸钱交予环保局或者是公所的运金车来集中焚烧，建筑同时也当来维护着空气的品质。嘉义县环保局举办纸钱集运车整车集合发挥大典，由环保局长张金波担任主席官，全体员工陪席，邀请府城组团延陵道段道长吴正贤进行整车集合仪式，并且向集运车敬业诵经，祈求神明以及祖先保庇人车平安。整车仪式除了针对环保局纸钱集运车辆以外，另外无到场的公所纸钱集运车辆也会以车号伫现场同。那我们扫墓祭祖的时候，各个公所或是各个扫墓区，或是我们环保局都会有纸钱的集运车。那我们考量到民众，平常如果将纸钱交给我们的这些集运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疑虑，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天办了一个进车的仪式。那包括我们环保局的车辆，还有公所没有来的车辆，我们车号，我们等一下也会请我们这个道长来。跟我们一起来祈求妈祖能够来做一个进车的仪式，让民众可以安心把这个纸钱都能够集中交给清洁队或是环保局，然后来集中焚烧。那当然我们也呼吁民众都能够尽量减少金纸的这个燃烧量，然后来共同维护我们的空气品质。环保局表示，民众伫祭拜祖先以及追随信仰的同时，会焚烧大量的金纸甲拜香，代表信仰对阮的体现。但是过程当中会产生真侪空气污染，比如一氧化碳、苯、甲苯、苯醇等等有害呼吸道的挥发性物质，对敏感族群以及幼儿、老人的健康容易造成真大的影响。而且燃烧纸钱的过程，若是小可无小心，也会造成火灾。最新新闻，钟爱心，嘉义县采访报道。